玩这个游戏得把本滚滚热。好了，进来了啊、哦！也是一款很可爱的消消游戏。按住玩具连接起来，放开，按住就连接了。哎呦！还算是不错的哦，还可以搭配震动哎。时间结束前。消越多是越好的。点击。炸弹嘞！无法连接玩具消除组合的时候，让风扇滚一下。啊。好，目标像鼻子的15个，你不用按住啊，只要点一下就行了。哎、欸，啊对啊，要按住个，按住个0.2秒、0.3秒就行了。爆炸，结束。哎、欸，这个。因为这个翻译，哦嘛嘛，乌漆抹黑嘞。但是我很喜欢它的音效啊，等下去那个音效，啊，有可爱的氛围啊。喂，一个妹子选择它，开始。哦。这种品质应该不会有强制性广告吧？嘣！好，上方有出现目标了。结束，关卡通过，它都搭配那个小震动的话，这游戏整个水平是有往上提升一个层次啊。虽然它的字体那些描边啊边框怪怪的，但是看得懂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还可以了，啊。哎呦，还有邮件呢！你看，连这类型游戏啊，邮件都会给东西。那其他的游戏嘞？哎，我按照广告了，哇哩嘞！25个那是什么？哎，那是石头吗？秘诀专案，引爆15颗炸弹，那是我的任务啊。好吧，继续开始。假期。啊、哦，很适合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哦，也不用让你氪金啊，是不是？这种类型游戏，啊，风扇来转一下吧，等一下、哦，好像还可以，不行，这里可以。轻松过关了吗？过关了，炸弹点一下 ，nice。啊，这个搭配震动，微微的震动啊，我的手心有点舒服。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炸弹呢，炸弹的产生方法。好了，这些我们就不看了。每周奖励。然后，垃圾转蛋，精力也不够啊。顶级转蛋要200。等一下啊，他也没给我什么奖励啊，被骗了。我想说，你会有什么开服奖励？刚刚也不知道给我什么东西啊，反正没办法转蛋就对了。
这样子的话，我心目中游玩体验要下降的啊、哦，给你个70分吧，应该可以的，我可以玩玩就行了、啊。像这种消除的，你都完全不用用脑哎、欸，你就是看到什么就点什么就好了，炸弹炸一下，然后要记得下方有风扇啊、也就是说你没得脸的时候，你风扇转一转吧。关啦、啊！整体大战这个样子、啊，待会看一下有没有解锁什么新玩法，没有的话，就差不多要结束体验了。过关。给了65金币而已。每日挑战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大战这个样子。本次影片玩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